先谢谢大家能留到现在，谢谢阿公阿嬷还有我妈妈今天又来看我。谢谢我副社，虽然他开会都没到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忙，但是他回家还是会问我今天有什么会，有什么重点。再来是，我的公关长牡蛎，他公关打得很好，虽然今天是很多学校都舒服，但是还是很多人来。还有泽俊公关，他很帅。还有两位美萱，虽然他们很忙，但是还是会。尽量把时间空出来帮我做一些海报还有名牌。还有我主唱苏欣恩，从去年春发就一直跟我搭配，虽然刚刚那一首歌吉他出差错，但是他还是刚刚在后面安慰我。还有之前七校交流的魏乌克，虽然还有树林乌克，还有很多学校都没来，但还是谢谢他们。最后还有慈秀吉他第四届的学长姐，谢谢你们去年开始办惩罚，才要让我们这个机会继续办下去。谢谢大家。谁啊？白痴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怪宇。然后，首先我要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。我是 T 赖吉他的社长。然后，首先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看我们的惩罚。然后，我要感谢我们副社，他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忙。然后还有学弟妹，然后也要谢谢我们的美萱陈之瑜，她也忙了很多事情，然后希望下一届能够继续办惩罚办下去。七届社长，然后这一年真的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然后我们真的吵了很多架，然后每次吵架都是很冷战，然后都不讲话，然后最后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又和好了。然后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副社，真的很谢谢他真的，我每次要请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完成，然后做很多就是我可能做不了的事情。然后谢谢所有的干部，谢谢你们，因为你们所以我们第七届吉他社才能撑起来。然后谢谢今天来参加大成的所有人，然后谢谢第六届的大姐们，谢谢你们真的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。然后每次我有什么问题，真的是我每次都会问，因为我真的很犹豫，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每次都会问他们。然后他们都高三了，然后都在准备考试，然后每次都要回答我们一些
拉里拉扎的这种问题，然后谢谢我们的家人，然后谢谢你们今天来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慈秀复社，然后然后谢谢社长每次都代替我们去外面奔波劳碌，虽然很可怜，但是这种毅力值得佩服。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公关郑贤豪这么努力的为我们去外面做交流，然后也对，还有社长一直去外面跟别人交流，虽然他回来一直说拿一个妹超正的，可是我觉得只要主要的目的有交流到就好，然后这些额外的福利就自己享受就好了。对，然后谢谢我们的阿宝跟阿照，然后谢谢他们的美萱，然后就是虽然他们六冠的话就是考试很多，然后还是尽力帮我们完成我们需要的美术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很感谢他们，然后谢谢邱德俊，然后就是他来当我 partner 来唱歌，赞帅，慈修暖男，然后陈宏琪就是陈宏琪，好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好，陈宏琪很帅，他大概是我见过最帅，大概吧，干屁哎，跳完，好，当我没说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私立大同高中吉他副社长，副社长。然后，首先我要谢谢上一届第六届社长陈佩安，虽然不知道他有没有来，可是，他在我们惩罚前，没有。好，谢谢今天来帮我们助阵的鼓手简行之，然后今天虽然我们人很少，但是还是很多人。还是很多人过来帮我们忙，谢谢陈冠宇、仔仔还有王玉婷，然后谢谢今天帮我们伴奏的学弟妹宇伦、嘉宏还有湘宇，然后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联合惩罚的慈修吉他、卫理吉他，谢谢。我是卫理副社宝王，然后很谢谢我们社长陈玉琪在这一路上一直陪我，然后谢谢大姐们就是会抽空关心我们，还会看我们练习，然后谢谢卡臭，谢谢卡臭当我的刹车，帮我就是让我不要那么冲动，然后谢谢小笨这么笨，不然我的生活真的很无聊，然后谢谢陈庭轩、林静轩还有周文静还有吴念婷，因为他们都会陪我聊天，让我就是很开心，然后谢谢司大同跟慈修帮我们那么多，愿意跟我们一起办这场惩罚，然后虽然还是没有说非常的熟，但你们人真的都很好。不要哭，我没有哭。
谢谢仔仔帮我们这么多忙，帮我们唱那么多歌，然后对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慈修的公馆长。然后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嗨嗨嗨嗨嗨。然后先谢谢你们待到现在，因为我知道做很久真的很累，因为我跑过活动，真的很累，很累。你好棒，你好棒，好，好爱你。好，然后谢谢爸爸妈妈还有姑姑今天来看我，对，就很啊，要挥手一下。谢谢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到社团就社长啊，社长真的很奋力，很卖力，看了都心酸了。然后社长，好，社长很棒。然后还谢谢。然后谢谢副社刘新美啊，她也很辛苦，还有我的伙伴邱尔俊，他也很辛苦，真的太感动了，讲不出来，对，我不会哭啦。然后还有谁啊？美萱啊，文萱，他们就做海报那些都真的都超赞的，还有主唱啊。他唱歌很好听，是我的偶像。还有就是从其他他是社员，好，他也很辛苦，谢谢你。然后还有凯伦，他一直躲在后面打鼓，大家都没看到他，但是他真的很强。对，然后就再谢谢我们的前一届学长姐，他们留下来是为了听我们讲感性时间。对，然后还有谢谢我们学校有来的老师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谢谢那群辞修的同学，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有忘记了吗？哦，对，耿王，耿王呢？李冠真，你不是有话要讲吗？冠真。嗨，大家好。其实刚刚是有点难过啦，因为刚表演真的不太好。大概前三天，临时才知道要当主持人这件事啊，所以梗真的是平常累积的、啊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希望今天好，大家给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我是 T Line 吉他的美萱兼公关兼活动。我们是一个，我们 T Line 是这一届是很小的吉他社，我们只有三个人。对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兼多职。然后，哦，天哪，谢谢当初我们副社邱川普拉我进去吉他社，然后才开始接触吉他，然后社长的帮忙写了很多首歌，也谢谢家人，就是提供很多资源，让我在吉他社更好。然后谢谢慈修跟卫理，这一次我们一起联合惩罚，互相帮忙，也很嗨。然后还有学弟妹，就是如果没有你们，其实我们三个什么都不是。谢谢，就是你们陪伴
谢谢你们陪，谢谢你们陪伴我们一整年的时间。下一，不对，明年，反正就是你们这一届会过得更好。爱你们哦。我是卫理公关，然后我要谢谢五六届的大姐，还有第八届的小妹，然后呢，谢谢跟我们合作的慈修和司大同，然后还有谢谢今天来这边的大家，然后还有谢谢卫理的热音，因为他们真的都帮我们很多忙，我们不会的乐器都去跟他们学，然后呢，然后缺人手的时候也是他们来帮忙，就是好，非常谢谢今天来的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慈修美萱。谢谢大家留到现在。谢谢社长那么努，为大家那么努力付出。谢谢上一届的学长姐来看，回来看我们表演。还有那个，他等一下要去打气弹哦。我说真的，他等一下要去打气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慈修吉他公关哲俊。最帅的，最帅的，最帅的啦！就是谢谢司大同跟卫理跟我们一起办这个惩罚，过程还蛮辛苦的。然后也谢谢来这里看我们表演的各位。好，最后要谢谢，好谢谢展元跟慈修梗王，他们愿意来这里花时间帮忙我们，谢谢大家。啊我哎，啊我嘞，不要，不要了。换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玉婷。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表演。然后其实我不算是吉他社的，就然后我很谢谢宅宅还有社长，就是社长是我们吉他社的社草，他说的，所以我们都叫他社草。然后我也很不要脸的说我自己是社花，但我不是吉他社的。徐展元，慈修徐展元，所以我很谢谢，T Light 的他们三个，就是仔仔还有冠宇跟邱川普，他们每次都很努力、很认真的在准备每一次的表演，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让我一起来表演，然后以后大家就一起加油，学弟妹也更进步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